需要开始往下刷哦，这里是有机会 gank 的哦。想勾往前的一个技能，但反而这边 tag 被留住了。这个应该死了，这个死了。应该不会再做后续可能召唤师技能的释放了，只有手杀很轻松的掉在李亚的身上。对方打野的反边，所以这里真的要 gank 的话，可能赛特又得直接交闪。但现在来到了侧边了，往前一个特化连接，直接练住之后逼闪了。这里粘到了。Man 来看一下，直接交出自己的 E 技能，反身的话，奥数月签交闪现，还是被勾回来。后面挂上一个点燃，再给普攻，最后艾希这边直接要收下两颗人头，两个 TP 都准备亮起，隔墙一个勾，然后下来的卡里斯反身交出闪现，然后再拉灯笼撤场。看你自己想要来防守，但是回身依靠的暴打一波 ，Q 技能锤到了堪吉的身上，堪吉掉到了半血，然后预示者弹下来的时候已经不见了，卡了一个柱子说你别过来，走了。再一个冥府邪剑，两段是躲掉这个疾飞，再一下普攻直接打出电刑，但是最后极冻领域，于是马往前应该是顺利的撞到，但是这个钱一个勾到赛特，但应该是不打。赛特有召唤师技能的，蒙贝这个星回白转是空掉，但是点燃已经挂上去了，这打野残了，那这个火龙应该没了。然后后续的话来看一下，这边又蹲在草丛里面，都对这场锲而不舍，抓到了星坠跃动位置，但是有闪现的。来看一下一个特化连接，直接运在原地，闪现给灯笼，蒙贝捡了灯笼往后走，直接来到了很深的位置，收回后拳交闪现躲掉，这个 W 闪。最后是失败之后，后续就是 Holo 的一个追击，直接一个深度霸体吸死的 Rex， 大家 Rex 倒下一阵尴尬，后面再刷一个折魂扫到，看你这边也被盯上，再给一下自己的 Q 技能，最后是用月黑拿到一个 Double Kill。但我刚刚叫的一声，并不是说这个会战突然打起来，而是我觉得 Kartis 有点紧张，他出了两把死刑宣告。真的他出了两把死刑宣告。我刚看到我吓一跳，我想说这个很潮哦，但这里就是整体来说，你的 CC 就是不够。你就是交了一堆招啊，你没办法把对方留住，甚至在爆发伤害上，你终究是个卡马，你的伤害就不够高。这里被月黑直接操作了一波之后，杰西下来，就算出错装，特朗德吸完你的双防之后，整队没伤害，因为你艾希根本不会到。然后派克的问题就在于你的对手你的队友没给予一些足够伤害，觉得有点紧张。因为我刚刚在看他买装，我很好奇他回家可以买什么装。然后我想他买一个，他先把长剑卖掉。我想说那他要买可能其他的装备，然后他买了个物防鞋，然后再买一个死刑宣告，等于说他亏了两波，你知道吗？他卖掉了。卖掉，肯定卖掉。你两把在一起，不会变成四分之一的回血，不然这波打起来的话，其实对位置对于 Liab 来说并没有到太好。但隔墙卡斯又是一波的 poke， 一个勾勾到 Rex 了，一个电磁风车直接锤到 Rex 身上，但 Rex 这边还没有倒地，就预测只有这个特朗德拿下来，但是后面一个太旋斩来了，进来了，二杀死，斩死卡斯，然后二杀是准备进场开舵，往前直接交出了闪现 ，M 躲掉这冥府邪剑，然后出来一个 double， 还要继续往前追击 ，Mosa 这边的话也非常危险，最后的一个大招并没有办法出来，是我们 Black 再收一颗人头，隔墙的秘术设计也没有射到 Rex， 有柱子吗 ？Holo 继续往前追击，这边的话还有误解冰柱可以卡吗？税是稍微短了一点，还是需要艾希，但是反倒是 Q 技能没有命中，那这一波的话 ，HK 应该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做追击了。这里就这里打起来，其实Liab 就是看到中路的这个中塔已经没有任何守的可能性的情况，追到了。那这样应该死了。闪现 Q 技能，没有从后面绕背一个砍四个的话不会赢，因为主要二杀是进场的位置很好，时间点也算得不错，但重点就是他还没发育完成，所以他的伤害跟他的坦度是非常非常弱的。就算这里其实对方的 poke 阵型杰西、柔伊跟伊泽已经是整体分散了，但对方并没有各个击破对方的 poke 点位，反而在二杀四倒了之后，这两个 poke 点位又站成了一直线，开始对对方制造输出。所以就是Liab 整体打的时间可能是因为有关于前面的劣势真的太大，所以伤害层面已经完全不成正比了，但还是选择去接这波团。对，然后后续就是 Moonblack 捡到了闪现之后如何去做操作了。 Rex 还想回城隧道哦，那基本上就已经宣判了这位选手死刑了。Moon Black 刚刚在回家之后也开始上课了。这个月黑老师不知道多久没有尝过。哎呦，哇，这里 Motra 是直接一起帮挡，但自己也残血了，赶紧开启 W 技能稍微来回血。但出钩并没有办法命中，这边是把 Holo 给勾到了塔下，这边大兵剑也进来，但是就是一个中洞。然后这边的话爆了一个地球上头，看你这边开启一个大招，但是剑魔还没降世就已经退场了。这剑魔已经退世之后，二杀四倒地，多尼这边也被勾住，卡提斯一套伤害，直接电磁脉之后轰爆了这个赛特。这里套盾机器而已，但你的输出没输出，能够保命也没用。还搭配着是侧边进来的一个电磁脉冲。然后这个塔，哇，这个大兵剑，我刚刚看到是一个超多人之间，哇，中洞。我这个没中，有点可惜，中难呢。真的，这个没中比中还要难，但就是真的两边的伤害差距已经体现出来。一者没有到，他们最主要的选项拆塔，
是他们比较喜欢的一个决策，往前一个勾，但是这边是交错闪现躲掉大兵剑，后续的话来看一下，先给到一个电磁脉冲，猫侠赶紧交了自己的一个逆流国印往上走。但这里的话，特朗德会留住，但特朗德还蛮硬的，吸了一个深度霸体，完全打不动。然后再一个星界跃动，可是这里可以看到 HK， 虽然他拿到了，勾到了，这里勾到往前，但是我刷回来，擦一下，点燃死了，死了，擦眼袋，你没一了，但是有灯笼捡得到吗？你怎么往下走了？闪现过去直接硬 M 被倒了，完了这一波的话，感觉操作上面是出了一点失误，这边的话刚开始大爆 A， 这边已经 double Q 的艾希瞄准他的 triple， 这边就是李亚普他们逆转的号角，三连杀的艾希，这里可以十八了，哇，结果这一波反倒是被这个有点夸张，因为灯笼就摆在那，但你不血捡。他是一技能，然后往下交闪。对，但你还是被艾希的这个普攻给黏到了。但要小心 Moonblade 的一个位置哦，这里要靠月黑了，因为其实 Horror 这边要进去的难度非常非常高。哇，吃的速度好像没有很快。但就是拼了吧，拼了。哇，这 Moonblade 感觉要开秀了，水到了，属于他的场子，先拉了一个星辉白转、哦，打到了，完蛋。一个碎是直接碎到，但Moonblade这边是有惊人，在交闪现往后走，然后再把这个打野给杀掉。反正的话 ，HK 这边准备要开始大获全胜。卡里斯已经进场，虽然说 Q 键有点歪，但这边的话再捡了一下自己的一个电子加速装置。后续的话捡到了一个治愈之后，开始继续的往前追击。但伊泽瑞在侧边已经先把康吉给杀掉了，有柱子吗？而且弹下了一个 Holo， 直接误解避住卡住了 Rex， 这个没有加速过的灵丸被 Rex 加速闪现躲掉。然后后续的话再一个电磁脉冲直接 A 到了这 Rex 的身上之后，还是带走了中路，交掉。把距离拉开，导致 Liab 的阵型整个散开了，就是伊泽跟那个算瑟雷西的配合没有配合好了，因为其实有灯笼，但他选择交位移的位置是不好的。这里勾到派克了，然后再刷一个折纹扫荡，这 Mocha 看起来要瞬间蒸发。MA 一个密室射击直接带走派克，派克倒下，看起也很危险。Double Q 的伊泽，然后往前直接抱进来之后，虽然说拉到很多人，但是一个兽纹轰拳直接轰死了瑟雷西。这边结局还要继续往前进，睡到了，终于睡到了艾希。艾希这边的话看起来没有任何可以策略的手段，直接倒在了这个电磁脉冲之下。那看起来比赛也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。这个巴龙是有点秋风扫落叶的情形之下，没有任何的还手余地。HK 往两座的门牙塔来迈进，然后这里在温泉里面的人也要赶尽杀绝。最后是由 HK 拿下本次 PCS 夏季赛的第一场胜利。